此时此刻，有谁撑同路人？如果同苹果合作的勇气能够引起你的支持，你可以在果然台自由揀一个金额支持，网上过数支持苹果每个合作单位，截图记录付款确认编号作日后查询，或者请去 YouTube 看直播，按这个掣自由揀买贴纸或者留言。此时此刻，苹果与你自由撑。各位观众，这才是真实的香港史，又同大家见面了。嗱，有朋友就问啦，多德央做历史研究，除了看书之外，还要看啲乜嘢资料嘅咧？嗱，其实文字啊、图片啊、实物啊，乜嘢都啱使。不过我份毕业论文咧，基本上有一半嘅资料系来自于旧报纸。嗱，嗰阵时科技冇而家咁先进，影印又贵咯，所以要拎住部手提电脑喺图书馆里边，将啲报纸资料逐段逐段咁样打入去电脑里边。打了成兩三年，我倉頡一分鐘一百個字就是那陣時練翻嚟噶啦。嗱，講開舊報紙，香港的報業就好像香港的歷史咁樣，此消彼長。很多精彩的報紙已經成為了歷史，就好像《華僑日報》咁樣啊。佢1925年的時候創刊，1995年的時候停刊。佢是一份雜誌式的報紙。文史內容非常之豐富，社團消息亦都非常之全面，立場溫和，是少數可以進入監獄的報紙。印象最深刻的話，如果你問我，就是他在考試局成立之前，他肩負著補習天王的角色。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他在會考開考之前，日日都會提供詳細的考試資訊，解答各科的 pass paper， 還幫你貼埋題目。那你說了，他是不是學生的恩物呢？言歸正傳，為什麼《華僑日報》要用華僑來命名呢？本集就跟大家講下華僑這個字，同埋我們今天是會用多些的報紙資料跟大家去分享的。老規矩了，三個 part， 大家知道、小人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我們現在馬上進入大家知道的環節。相比於戰前的話，今時今日香港人已經少了很多機會接觸華僑或者劇僑這個字，但是僑這個字其實一直是沒有消失過的。最近緬甸政局局勢緊張，有政變了，大家有沒有留意到呢？當地開始出現了撤僑的行動，即是撤走僑居在緬甸的人。讓我們慢慢去解釋一下僑這個字。僑意思即是暫時僑居在某一個地方。康熙字典他就這樣說了，呂喻曰僑居，六朝有僑之郡縣。僑之郡縣的意思呢，就是將受到戰爭影響的郡縣遷到另一個地方。香港今時今日有沒有僑呢？那當然有啦，好像新界這樣，他們是有打醮的傳統。打醮簡單來說，就是道教的大型法會，目的是祈福消災。打醮當然是原居民的盛事，但是如果從村外面搬入來的非原居民，他們是想參加打醮的話，那怎麼辦？就是可以登記成為信僑。換句話來說，這部分的人他們的地位就是僑民。所以呢，僑是可以在一個國家甚至乎城市裏面出現，而不一定是涉及到主權或者是國界，它只是代表著相關的人群和某一個地方的關係。而香港開埠以來，港九兩地除了少量的原居民之外，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在外地甚至乎是外國遷居過來的，所以他們的身份就是僑。除了華僑之外，還有西僑、英僑、日僑等等，這些字眼是周不時會在報紙裏面見到的。由於年代久遠，今時今日如果叫你稱呼
居港的華人叫做華僑，咦，感覺好像很怪喎。但其實如果將件事放翻喺具體的歷史環境裏面去睇嘅時候，就一啲都唔難理解。南京條約之後，香港割讓咗俾英國。自此之後咧，尤其是喺1949年以前，香港同埋九龍都係唔喺中國嘅地圖裏面。地圖裏面香港呢個名字就會括住英屬或者係 British。民國期間，喺無亡國之嘅民族主義運動底下，出現了一些有趣的地圖，我們叫做國恥地圖，詳細列出歷年來割讓出去的中國領土，香港和澳門自然就在上面。我們詳細一點講講這一張的國恥地圖，很大張，很多的地方裡面都有割讓出去的領土。看看他們的一國，這幾個字很有意思，請看此圖，殘破不全，仇深若海，此眾如山，願我同胞努力免戰，免戰即係努力咁解啦嚇。中華前途億萬思念，即係鼓勵啲同胞喺血海深仇底下，要為國家盡力攞翻呢啲領土翻嚟。好啦，呢一個咧就係呢張地圖嘅東南面啦，裏邊係有九龍啊、香港、澳門同埋廣州灣呢啲咁嘅領土嘅嚇，佢就話俾你聽，佢點樣俾人哋佔據咗，點樣係澳門俾人永據咗，而香港點樣割讓出去啊？呢啲全部都係國恥嚟嘅。嗱，話得係國恥嘅話，港澳兩地自然就係域外之地啦。喺上面居住嘅華人，除非係歸化咗英籍或者係葡籍，嗱，歸化嗰陣時歸化。好大件事嘅，你一旦歸化咗意思，即係話你係將自己由中國人嘅身份變做英國人啦，就會登報紙，五個人歸化就登五個名出嚟，嗰陣時係好大件事嘅事嚟嘅，會登報紙嘅。好啦，除非佢哋歸化咗啦，否則佢哋嘅身份自然就只能夠係華僑。所以咧，報紙上面香港華僑啊、澳門華僑啊呢啲咁嘅標題咧，係會周不時出現嘅。嗱，俾一啲嘅例子俾大家睇睇啊，呢度。澳門華僑連日放煙炮啊，即係祝節啦，嗰陣時又打勝仗啦。咁呢個抗戰時期嘅一個報導啦，有啲字眼係遮咗，因為嗰陣時係有報章嘅審查，抗日嘅字眼咧係唔可以出街嘅。呢一張啦，港橋嶺發起歡宴某個大事啦。嗰陣時香港好多嘅華人領袖咧，都係用橋嶺呢個字嚟到描述佢哋嘅。從呢段報導裏邊咧，你會睇到啦，嗰陣時我哋熟知嘅人物，例如係羅玉和啦。周秀臣啦、羅文錦啦、李子芳啦、曹善允啦、周俊年啦、周錫年啦、李樹芬啦、何錦棠啦、郭全等等，原來當時都係叫做橋嶺。好啦，仲有一個例子啦。嗱，呢一張我個人係非常之歡喜嘅，當係一個禮物俾大家啦，唔係我哋今日嘅主題嚟嘅。香港華僑慶祝聖誕，孔聖會假座太平戲院祭聖。所以咧，呢個係順帶提一提嘅啫。今日講唔到咁多噶啦，就係戰前孔誕就叫做聖誕喎。戰後咧，聖誕呢個名不知不覺間係拱手相讓咗，俾咗耶穌誕，即係 Christmas。呢個咧有機會再同大家去講講啦，因為呢件咧係香港文化史上面一件大事嚟嘅。嗱，同其他域外之地最大嘅唔同就係香港同中國係接壤嘅。而且在中共建國之前咧，係並冇邊界的管制，兩地居民係可以自由出入。咁樣香港咧就成為了眾多的僑埠之中同中國關係最密切的一個。之前咧我在蔡西湖嗰篇嘅專欄文章裏面提到過，戰前香港旅行界的泰斗黃佩佳，嗱呢度有一張相，最右手邊嗰個咧就係黃佩佳先生啦。佢喺黃隱書院。畢咗業之後咧，1927年就進入香港政府做文員啦。佢中意放假嘅時候就翻廣州探一中兩件，即日來回。嗱，當時嘅血濃於水咧，係反映喺華僑生活嘅方方面面。不過，黃佩佳內心世界有一點值得一提嘅，就係話佢時常嘆息深圳河好似刀一樣，將大陸同埋新界切割成為一道嘅傷痕。所以他自己搞的旅行隊叫做紅峰，帶有震大陸之紅峰之意。
黃佩嘉的愛國精神反映了他當時相當一部分的居港華人的心跡。好，問題時間來了，今天的問題是1927年香港工商日報某一篇報導有以下的標題，烏華橋反對增稅，試推斷烏華橋的意思。嗱，今次唔係冇啲冇 choice 喎，有啲新意思啦。各位同學試下根據呢一節嘅內容，對呢條問題作出推斷。嗱，提一提大家啦，烏係上海嘅簡稱，俾十秒你哋諗一諗。OK， 而家開始數咯喎，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答案係乜？不如我哋睇一睇成篇報導的原文啦。烏華橋反對增稅，此間住客聯會昨日已決，租界內華人店鋪須於禮拜日一律關門，派員赴公務局請願取消增稅。嗱，我哋之前提過啦，上海是租界而不是殖民地，但係原來由於嗰一度係由歐西嘅人士管理。中國人概念上面是會將那裡當成是域外之地，所以都是會用華僑這個字去指稱上海租界裡面的華人。很快又來到小人知的環節，相信大家已經明白了僑和華僑這兩個字的意思。心水清而且懂得凡事多面體的朋友可能就會說，切，你引的全部都是香港報紙，會不會有 bias 的？你知道你的啦，出題目有幾咁屎的啦。嗱，既然你哋咁醒啦，我就跟大家開心 share 一下香港以外的報紙啦。好，睇一睇呢張《新報》，邊度噶？上海，上海報紙啊，距離香港好遠噶，喺華中噶。1911年幾時啊？辛亥革命咯。所以辛亥革命之後嘅話咧，各省獨立咯，所以你會報紙裏邊見到廣東獨立呢一個名啦。廣東獨立嘅時候發生咩事啊？喺廣東省裏邊，好多地方就會掛上咗民國嘅旗幟啦，革命嘅旗幟啦。好啦，咁嗰時發生咩事啊？嗰時香港嘅華僑，即係香港華人，係支持廣東獨立嘅。做咩事啊？要去籌錢咯，籌咗20萬。OK， 咁你見到啦，好明顯，上海嘅報紙都係用香港華僑呢啲字眼。好啦，呢一份又如何？唔使講啦，新呢個字咁難嘅都冇啦。廣州民國日報1936年嘅時候，咁啊呢張報紙其實呢個報導主要講俾你聽咩咧？就係話嗰陣時香港同埋廣東省嘅政府咧係有好密切嘅來往嘅，係周不時會有官式嘅往來啊。咁就嗰陣時有兩位嘅官員嚟到香港啦，咁然後香港政府係會鳴炮致敬佢哋啦。咁然後佢嚟到嘅時候，佢就話啦：我係嚟慰問旅港嘅僑胞啊！咁所以見到旅港又好啊，華僑又好呢啲字眼咧，其實香港用緊，大陸嘅人都係用緊，都係描述緊香港同一班嘅人。好，問題時間，唐老人我所見之怪極嗱，一篇當時嘅報紙嘅文章拎出嚟俾大家做一個 database， 我而家幫大家讀一讀。祖家呢一個嘅名詞，乃各國僑民對其祖國之稱也。而港僑港人往往以祖家二字認為英倫之代名詞，稱其貨曰祖家貨，赴倫敦留學曰翻祖國讀書。其餘種種實不勝枚舉，其誤解如此，能不怪極？好啦。大家望一望啦，再望多一兩次呢一個 source 啦。望完之後，答一答對題目。嗱，呢一個報紙佢嘅引文帶出咗乜嘢嘅信息呢 a 中國人不應該認英國為祖國。B 香港人不應該認英國為祖國。C 香港出現雙重效忠。D 港僑華人不應到倫敦留學。A、B、C、D， 邊一個先至係正確嘅答案呢？又係十秒鐘啦，要大家思考一下。不過十秒可能唔夠喎，我仲要望一望，唔緊要啦，適當嘅時間，十、九、八、七、六、五、四、
三二一，零，噔噔噔，答案系边个啊？嗱，我哋首先处理咗啲唔啱嘅选项先啦，好冇 ？C 系错嘅，点解啊？香港历史上面虽然响唔同嘅时期的确出现过双重效忠，以谋求最大嘅利益，但系隐民只系提及过称呼英国为祖国。而冇提到當事人對於中國嘅態度，所以證明唔到有幾多重嘅效忠。好啦 ，D 亦都係錯嘅，因為隱民只係討論留學英國人嘅態度，而唔係批評留學本身呢一個行為。嗱，咁 A 同 B 邊個先係答案啊？嗱，有冇同學仔揀 B 舉手？嗱，如果你揀咗 B 嘅話，咁啊證明你係冇留心聽書啦。戰前的香港，既然無論華人定係西人都是僑居香港的話，以本國為祖國，咁香港華人就自然係唔會用香港人嚟到自居啦，而係以旅港、僑港、某縣人嚟到自居。嗱，我哋望一望呢一張片啦，就係當其時一個叫做僑港新會商會啊，佢用嘅簪啦、信紙啦嘅一張 image 啦。你看到當時的組織很多時候都是用僑港、旅港這裡去命名的。香港人這個身份認同呢，在1920年代其實是還未出現。沒錯了，答案就是 A， 中國人是不應該認英國為祖國，這個才是這個引文的主要信息。標題上面怪極兩個字呢，作者自稱為唐老人，唐即是唐山，即是中國，咁呢啲全部都係重要嘅提示嚟嘅。好啦，各位，時間過得好快啦，又嚟到我知你唔知嘅環節啦。上面講咗橋同埋華僑呢啲字嘅字義，又同大家分享咗一啲報紙嘅資料。嗱，呢一節咧就同大家深入少少講下香港嘅華僑同中國大陸以及其他僑埠嘅關係。我哋會講三個事例。第一件事，未講之前，大家睇一睇以下資料啊。好啦，第一張就係香港嘅一張出世紙，第二張就係某一間幼稚園嘅畢業證書。嗱，大家睇唔睇到啊？有啲乜嘢嘅資料係呢一張冇，即係出世紙冇啦，而呢個畢業證書係有噶。嗱，大家望一望啦，睇多幾秒鐘，5、4、3、2、1、0，深水清的朋友应该看到了，就是广东省海丰县籍贯。今时今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知道自己是香港人，而未必知道自己的籍贯，例如说广东中山、福建泉州等等都是籍贯来的。小个的时候，当我们问大人什么叫籍贯，他们通常都只会说向下咯。咁大個咗之後，尤其是當我哋從事歷史研究嘅時候，我就發現啦，與其話籍貫係鄉下，不如話佢係祖居地。之所以重視祖居，係因為我哋係僑居緊喺香港。嗱，如果大家對於東華三院係有所認識嘅話，佢其中一個重要嘅功能就係協助香港乃至全球世世嘅華僑將遺骨裝回原籍。嗱，俾大家睇一睇啦。呢一張圖，呢一張圖咧係戰前中美洲哥斯達黎加一個華人嘅僑團寫俾東華三院嘅信，要求東華協助將僑民嘅遺骨運回原籍。你睇下上面每一副嘅遺骨都有寫住佢哋嘅鄉下籍貫係喺邊度，以方便佢哋咧將個遺骨運翻去嘅。嗱，籍貫既係重要嘅資料，亦都係僑民嘅身份認同所在。既然情在原籍，咁就會定期翻去原籍嗰度肯親啦。呢一個就係戰前嘅一幅圖啦，係講緊嗰陣時香港嘅僑民點樣翻去廣州度肯親嘅一個報道嚟嘅。嗱，所以籍貫係香港人從華僑身份走過嚟嘅一個重要歷史痕跡。嗱，第二件事想同大家分享嘅係教育。戰前香港嘅僑校要向國民政府的僑務委員會立案註冊。嗱，呢度就係一個當時嘅新聞嘅報導啦。
而當時的僑校是會參加由國民政府的教育廳舉行的畢業考試的。這裡看到了，今年僑校立案中的學校畢業生有3000人，他們要參加畢業的考試。這裡其實有一張很詳細的名單，香港有什麼的僑校是參加這個畢業的考試的。看回這個名單，培英、麗澤、香島、培正等等這些學校到現在依然都是屹立的。好了，最後我們想分享的一件事，不如用問題的形式，會不會盞鬼一點？好了，問題時間，先看一看這一張圖先，就是當時一個的報導，就是講緊本港華僑團體叩基祝獎壽時已積極進行。咁各位，你會覺得呢一個新聞係發生喺幾時嘅呢？第一個 A 係北伐，第二 B 抗戰前夕 ，C 係國府遷台，唔係好難嘅係咪？讀過歷史嘅應該都會知少少係咪？未讀過都可以估一估係咪？好啦，俾多5秒你咯，好冇？答案是什麼？是 B 1936年的。1930年代的時候，香港不時是會舉行所謂的獻機運動，華僑為祖國捐獻飛機來到鞏固國防。留意了，報道裡面有一句的，據一般僑商之意見，以為本港華僑不下60-70萬，設能擴大勸捐的範圍，即每人勸捐2毫，已經有10余萬元，足以自購一機。60-70萬就是當時全香港所有華人的人口，所以當時這個所謂的獻機運動，目標是要運動全民報效祖國。好了，很快到了節目的尾聲了，我們今天討論的是一個在香港消失了的身份，華僑。隨著香港人身份的出現，亦都隨著中國收回香港主權，華僑這個身份自然就不復存在了。上述華僑日報從創刊到停刊，反映了70年間華僑在香港從壯年走向老年的過程。不過消失了並不代表沒有存在過，可以這麼說，香港華僑這個概念如果成為了禁忌的話，原因是跟殖民地成為禁忌是有關。如果歷史是沒有改變過、沒有消失過的話，就不需要我們去關心和研究歷史。歷史從來是一個平衡空間。歷史研究有時之所以困難，是因為它要求我們放下今天的目光和身段，認真、謙卑、寬宏地樣面對過去。如果要逼自己困在只有弊沒有利的籠牢裏面，那不如索性只是讀政治的教育，又何必去研究歷史呢？好，各位觀眾，今集的時間又到了，我們下一次再講其他有趣的故事，拜拜。此時此刻有誰撐同路人？如果同蘋果合作的勇氣能夠引起你的支持，你可以在果然台自由揀一个金额支持，网上过数支持苹果每个合作单位，截图记录付款确认编号作日后查询，或者请去 YouTube 看直播，按这个掣自由揀买贴纸或者留言。此时此刻苹果与你自由撑。各位观众，这才是真实的香港史，又同大家见面了。有朋友就问了，多得样做历史研究除了看书之外，还要看什么资料的呢？其实文字啊、图片啊、实物啊，什么都啱使。不过我份毕业论文呢，基本上有一半的資料是來自於舊報紙。那陣時科技沒有現在那麼先進，影印又貴了，所以要拿著部手提電腦在圖書館裡面將報紙資料逐段逐段地打入電腦裡面，打了成2-3年，我倉頡1分鐘100個字就是那時練回來的。那講開舊報紙，香港的報業就好像香港的歷史一樣，此消彼長。
很多精彩的報紙已經成為了歷史，就好像《華僑日報》這樣。它1925年的時候創刊，1995年的時候停刊。它是一份雜誌式的報紙，文史內容非常之豐富，社團消息也都非常之全面，立場溫和，是少數可以進入監獄的報紙。印象最深刻的話，如果你問我，就是它在考試局成立之前，它肩負著補習天王的角色。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它在會考開考之前，日日都會提供詳細的考試資訊，解答各科的 pass paper，還幫你貼埋題目，那你說了，它是不是學生的恩物呢？言歸正傳，為什麼華僑日報要用華僑來命名呢？本集就跟大家講下華僑這個字，以及我們今天是會用多些的報紙資料跟大家去分享的。老規矩了，三個 part， 大家知道，小人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我們現在馬上進入大家知道的環節。相比於戰前的話，今時今日香港人已經少了很多機會接觸華僑或者劇僑這個字，但是僑這個字其實一直是沒有消失過的。最近緬甸政局局勢緊張，有政變了，大家有沒有留意到呢？當地開始出現了撤僑的行動，即是撤走僑居在緬甸的人。讓我們慢慢去解釋一下僑這個字。僑意思即是暫時僑居在某一個地方。康熙字典他就這樣說了，旅喻若僑居，六朝有僑之郡縣。僑之郡縣的意思呢，就是將受到戰爭影響的郡縣遷到另一個地方。香港今時今日有沒有僑呢？那當然有啦，好像新界這樣，他們是有打醮的傳統。打醮簡單來說，就是道教的大型法會，目的是祈福消災。打醮當然是原居民的姓氏，但是如果從村外面搬入來的非原居民，他們是想參加打醮的話，那怎麼辦？就是可以登記成為信僑。換句話來說，這部分的人他們的地位就是僑民。所以呢，僑是可以在一個國家甚至乎城市裏面出現，而不一定是涉及到主權或者是國界，它只是代表著相關的人群和某一個地方的關係。而香港開埠以來呢，港九兩地除了少量的原居民之外，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在外地甚至乎是外國遷居過來的，所以他們的身份就是僑。除了華僑之外，還有西僑、英僑、日僑等等，這些字眼是周不時會在報紙裏面見到的。由於年代久遠，今時今日如果叫你稱呼居港的華人叫做華僑，咦，感覺好像很怪喎。但其實如果將件事放在具體的歷史環境裏面去看的時候，就一點都不難理解。南京條約之後，香港割讓了給英國，自此之後呢，尤其是在49年以前，香港和九龍都是不在中國的地圖裏面。地圖裏面香港這個名字就會括著英屬或者是 British。 民國期間，在無亡國子的民族主義運動底下，出現了一些有趣的地圖，我們叫做國恥地圖，詳細列出歷年來割讓出去的中國領土，香港和澳門自然就在上面。我們詳細講講這一張的國恥地圖，很大張，很多的地方裡面都有割讓了出去的領土。看一看他們的一國，這幾個字很有意思，請看此圖，殘破不全，仇深若海，此眾如山，願我同胞努力免戰，免戰即是努力，咁解啦嚇。中華前途億萬思念，即係鼓勵啲同胞喺血海深仇底下，要為國家盡力攞翻呢啲領土翻嚟。好啦，這個咧就係呢張地圖嘅東南面啦，裏邊係有
九龍啊、香港、澳門同埋廣州灣呢啲咁嘅領土嘅嚇，佢就話俾你聽，佢點樣俾人哋佔據咗，點樣係澳門俾人永據咗，而香港點樣割讓出去啊？呢啲全部都係國恥嚟嘅。嗱，話得係國恥嘅話，港澳兩地自然就係域外之地啦。喺上面居住嘅華人，除非係歸化咗英籍或者係葡籍，嗱歸化嗰陣時歸化。好大件事嘅，你一旦歸化咗意思，即係話你係將自己由中國人嘅身份變做英國人啦，就會登報紙，五個人歸化就登五個名出嚟啊！嗰陣時係好大件事嘅事嚟嘅啊，會登報紙嘅。好啦，除非佢哋歸化咗啦，否則佢哋嘅身份自然就只能夠係華僑。所以咧，報紙上面香港華僑啊、澳門華僑啊呢啲咁嘅標題咧，係會周不時出現嘅。嗱，俾一啲嘅例子俾大家睇睇啊，呢度。澳門華僑連日放煙炮啊，即係足節啦，嗰陣時又打勝仗啦。咁呢個抗戰時期嘅一個報導啦，有啲字眼係遮咗，因為嗰陣時係有報章嘅審查，抗日嘅字眼咧係唔可以出街嘅。呢一張啦，港橋嶺發起歡宴某個大事啦。嗰陣時香港好多嘅華人領袖咧，都係用橋嶺呢個字嚟到描述佢哋嘅。從呢段報導裏邊咧，你會睇到啦，嗰陣時我哋熟知嘅人物，例如係羅玉和啦。周秀臣啦、羅文錦啦、李子芳啦、曹善允啦、周俊年啦、周石年啦、李樹芬啦、何錦棠啦、郭全等等，原來當時都係叫做橋嶺。好啦，仲有一個例子啦。嗱，呢一張我個人係非常之歡喜嘅，當係一個禮物俾大家啦，唔係我哋今日嘅主題嚟嘅嚇。香港華僑慶祝聖誕，孔聖會假座太平戲院祭聖。所以咧，呢個係順帶提一提嘅啫。今日講唔到咁多噶啦，就係戰前孔誕就叫做聖誕喎。啊，戰後咧，聖誕呢個名不知不覺間係拱手相讓咗，俾咗耶穌誕，即係 Christmas。啊，呢一個咧有機會再同大家去講講啦，因為呢件咧係香港文化史上面一件大事嚟嘅。嗱，同其他域外之地最大嘅唔同就係香港同中國係接壤嘅。而且在中共建國之前咧，係並冇邊界嘅管制，兩地居民係可以自由出入。咁樣香港咧就成為咗眾多嘅僑埠之中同中國關係最密切嘅一個。嗱，之前咧我喺蔡西湖嗰篇嘅專欄文章裏邊提到過，戰前香港旅行界嘅泰斗黃佩佳。嗱，呢度有一張相，最右手邊嗰個咧就係黃佩佳先生啦。佢喺黃隱書院。畢咗業之後咧，1927年就進入香港政府做文員啦。佢中意放假嘅時候就翻廣州探一中兩件，即日來回。嗱，當時嘅血濃於水咧，係反映喺華僑生活嘅方方面面。不過，黃佩佳內心世界有一點值得一提嘅，就係話佢時常嘆息，深圳河好似刀一樣，將大陸同埋新界切割成為一道嘅傷痕。所以他自己搞的旅行隊叫做洪峰，帶有震大陸之洪峰之意。黃佩佳的愛國精神反映了他當時相當一部分的居港華人的心跡。好，問題時間來了。今天的問題是1927年香港工商日報某一篇報導有以下的標題，烏華僑反對徵稅，試推斷烏華僑的意思。今次不是 multiple choice， 有些新意思。各位同學試下根據這一節的內容對這條問題作出推斷。看一提大家了，烏是上海的簡稱，給10秒你們想一想。 OK， 現在開始數了，10 9 8 7 6 5 4 3 2 1 0，答案是什麼？不如我們看一看整篇報導的原文。烏華僑反對徵稅，此間住客聯會昨日已決，租界內華人店鋪須於禮拜日一律關門，派員赴公務局請願取消徵稅。嗱，我哋之前提過啦，上海係租界而唔係殖民地，但係原來由於嗰一度係由歐西嘅人士管理，中國人概念上邊係會將嗰度咧當成係域外之地。所以都是會用華僑這個字去指稱上海租界裏面的華人。
嗱，好快又嚟到少人知嘅環節咯，相信大家已經明白咗橋同埋華僑呢兩個字嘅意思。嗱，心水清而且懂得凡事多面睇嘅朋友咧，可能就會話啦：，切，你引嘅全部都係香港報紙，會唔會有 bias 㗎？你知你㗎啦，出題目有幾咁屎㗎啦。嗱，既然你哋咁醒啦，我就同大家開心 share 一下香港以外嘅報紙啦。好，睇一睇呢張《新報》，邊度噶？上海，上海報紙啊，距離香港好遠噶，喺華中噶。1911年幾時啊？辛亥革命咯。所以辛亥革命之後嘅話咧，各省獨立咯，所以你會報紙裏邊見到廣東獨立呢一個名啦。廣東獨立嘅時候發生咩事啊？喺廣東省裏邊，好多地方就會掛上咗民國嘅旗幟啦，革命嘅旗幟啦。好啦，咁嗰時發生咩事啊？嗰時香港嘅華僑，即香港華人，係支持廣東獨立嘅。做咩事啊？要去籌錢咯，籌咗20萬。OK， 咁你見到啦，好明顯，上海嘅報紙都係用香港華僑呢啲字眼。好啦，呢一份又如何？唔使講啦嚇，新呢個字咁難嘅都冇啦。廣州民國日報1936年嘅時候。咁啊，呢張報紙其實呢個報導主要講俾你聽咩咧？就係話嗰陣時香港同埋廣東省嘅政府咧係有好密切嘅來往嘅，係周不時會有官式嘅往來啊。咁就嗰陣時有兩位嘅官員嚟到香港啦，咁然後香港政府係會鳴炮致敬佢哋啦啊。咁然後佢嚟到嘅時候，佢就話啦：我係嚟慰問旅港嘅僑胞啊。咁所以見到旅港又好啊，華僑又好呢啲字眼咧，其實香港用緊，大陸嘅人都係用緊，都係描述緊香港同一班嘅人。好，問題時間，唐老人我所見之怪極，一篇當時嘅報紙嘅文章拎出嚟俾大家做一個 database， 我而家幫大家讀一讀。祖家呢一個嘅名詞，乃各國僑民對其祖國之稱也，而港僑港人往往以祖家二字認為英倫之代名詞，稱其貨曰祖家貨，赴倫敦留學曰翻祖國讀書，其餘種種實不勝枚舉，其誤解如此，能不怪極？好啦，大家望一望啦，再望多一兩次呢一個 source 啦。望完之後，答一答對題目。嗱，呢一個報紙佢嘅引文帶出咗乜嘢嘅信息呢 ？A， 中國人不應該認英國為祖國 ；B， 香港人不應該認英國為祖國 ；C， 香港出現雙重效忠 ；D， 港僑華人不應到倫敦留學。A、B、C、D， 邊一個先至係正確嘅答案呢？又係10秒鐘啦，俾大家思考一下。不過10秒可能唔夠啊，仲要望一望，唔緊要啦，適當嘅時間10。9 8 7 6 5 4 3 2 1，零噔噔噔，答案系边个啊？嗱，我哋首先处理咗啲唔啱嘅选项先啦，好冇 ？C 系错嘅，点解啊？香港历史上面虽然响唔同嘅时期的确出现过双重效忠，以谋求最大嘅利益，但系引文只系提及过稱呼英國為祖國，而冇提到當事人對於中國嘅態度，所以證明唔到有幾多重嘅效忠。好啦 ，D 亦都係錯嘅，因為引文只係討論留學英國人嘅態度，而唔係批評留學本身呢一個行為。嗱，咁 A 同 B 邊個先係答案啦？嗱，有冇同學仔揀 B 舉手？嗱，如果你揀咗 B 嘅話，咁啊，證明你係冇留心聽書啦。嗱，戰前嘅香港，既然無論華人定係西人都係僑居香港嘅話，以本國為祖國，咁香港華人就自然係唔會用香港人嚟到自居啦，而係以旅港、僑港、某縣人嚟到自居。嗱，我哋望一望呢一張片啦，就係當其時一個叫做僑港新會商會啊，佢用嘅簪啦、信紙啦嘅一張 image 啦。咁你見到當時嘅組織好多時候都係用僑港、旅港呢度去命名嘅。
香港人這個身份認同呢，在1920年代其實是還未出現。沒錯，答案就是 A， 中國人是不應該認英國為祖國，這個才是這個引文的主要訊息。標題上面怪極兩個字呢，作者自稱為唐老人，唐即是唐山，即是中國，這些全部都是重要的提示來的。好了，各位，時間過得很快了，又來到我知你不知的環節了。上面講了橋和華僑這些字的字義，又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報紙的資料。這一節呢，就跟大家深入一點講一下香港的華僑和中國大陸以及其他僑埠的關係。我們會講三個事例。第一件事未講之前，大家看一看以下資料啊。好了，第一張就是香港的一張出世紙，第二張就是某一間幼稚園的畢業證書。大家看不看到啊？有些什麼的資料是這一張沒有，即是出世紙沒有，而這個畢業證書是有的。大家看一看，看多幾秒鐘，5 4 3 2 1 0，深水清的朋友應該見到了，就是廣東省海豐縣籍貫。今時今日，很多時候我們只是知道自己是香港人，而未必知道自己的籍貫，例如說廣東中山、福建泉州等等都是籍貫來的。小個的時候，當我們問大人什麼叫籍貫，他們通常都只會說鄉下咯。大個了之後，尤其是當我們從事歷史研究的時候，我就發現了，與其說籍貫是鄉下，不如說它是祖居地。之所以重視祖居，是因為我們是僑居緊在香港。如果大家對於東華三院是有所認識的話，它其中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協助香港乃至全球世世的華僑將遺骨裝回原籍。給大家看一看這張圖，這張圖是戰前中美洲哥斯達黎加一個華人的僑團寫給東華三院的信，要求東華協助將僑民的遺骨運回原籍。你看看上面每一副的遺骨都有寫著他們的鄉下籍貫是在哪裡，以方便他們將遺骨運回去。籍貫既是重要的資料，亦都是僑民的身份認同所在。既然情在原籍，那就會定期回去原籍那裡懇親。這個就是戰前的一幅圖，是講緊嗰陣時香港的僑民點樣回去廣州度懇親的一個報道嚟嘅。所以籍貫是香港人從華僑身份走過嚟的一個重要歷史痕跡。第二件事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教育。戰前香港的僑校要向國民政府的僑務委員會立案註冊，這裡就是一個當時的新聞的報導。而當時的僑校是會參加由國民政府的教育廳舉行的畢業考試的。這裡見到了，今年僑校立案中的學校畢業生有3000人，他們要參加畢業的考試。這裡呢，其實有一張很詳細的名單，香港有些什麼僑校是參加這個畢業的考試的。看回這個名單，培英、麗澤、香島、培正等等這些學校到現在依然都是屹立的。好了，最後我們想分享的一件事，不如用問題的形式，會不會盞鬼一點？好了，問題時間，先看一看這一張圖，就是當其時一個的報導，就是講緊本港華僑團體叩基祝獎壽時已積極進行。各位，你會覺得這個新聞是發生在幾時的呢？第一個 A 是北伐，第二 B 抗戰前夕， C 是國府遷台，不是很難的，是吧？讀過歷史的應該都會知道一點，是吧？未讀過都可以估一估，是吧？好了，給多5秒你了，好不好？答案是什麼？是 B， 1936年的。1930年代的時候，香港不時呢是會舉行所謂的獻機運動，華僑為祖國捐獻飛機來到鞏固國防。留意了，報道
裏面有一句嘅，據一般橋商之意見，以為本港華僑不下六七十萬，設能擴大勸捐嘅範圍咧，即每人勸捐兩毫，已經有十餘萬元，足以自購一機。六七十萬就係當時全香港所有華人嘅人口，所以當其時呢一個所謂嘅獻機運動咧，目標係要運動全民，報效祖國。好啦，好快到到節目嘅尾聲啦，我哋今日討論嘅係一個喺香港消失咗嘅身份——華僑。隨住香港人身份嘅出現，亦都隨住中國收回香港主權，華僑呢一個身份自然就不復存在啦。上述《華僑日報》從創行到到停行，反映咗七十年間華僑喺香港從壯年走向老年嘅過程。不過消失咗並唔代表冇存在過喎。可以咁講，香港華僑呢一個概念，如果成為咗禁忌嘅話，原因係同殖民地成為禁忌係有關。如果歷史係冇改變過、冇消失過嘅話，就唔需要我哋去關心同埋研究歷史。歷史從來係一個平衡空間。歷史研究有時之所以困難，係因為佢要求我哋放下今天嘅目光同埋身段，認真、謙卑、寬雲咁樣面對過去。如果要逼自己困喺只有弊沒有利嘅籠牢裏面，咁不如索性只係讀政治嘅教育，又何必去研究歷史呢？好，各位觀眾，今集嘅時間又到啦，我哋下一次再講其他有趣嘅故事，拜拜。此時此刻，有誰撐同路人？如果同蘋果合作嘅勇氣能夠引起你嘅支持，你可以在果然台自由揀一个金额支持，网上过数支持苹果每个合作单位，贴图记录付款确认编号作日后查询，或者请去 YouTube 看直播，按这个掣自由揀买贴纸或者留言。此时此刻，苹果与你自由撑。各位观众，这才是真实的香港史，又和大家见面了。有朋友就问了，多样做历史研究，除了看书之外，还要看什么资料的呢？其实文字、图片、实物，什么都啱使。不过我份毕业论文呢，基本上有一半的資料是來自於舊報紙。那時候科技沒有現在那麼先進，影印又貴了，所以要拎著部手提電腦在圖書館裡面將報紙資料逐段逐段地打入電腦裡面，打了成兩三年，我倉頡一分鐘一百個字就是那時候練回來的了。說開舊報紙，香港的報業就好像香港的歷史一樣，此消彼長，很多精彩的報紙已經成為了歷史，就好像《華僑日報》那樣。它1925年的時候創刊，1995年的時候停刊。它是一份雜誌式的報紙，文史內容非常之豐富，社團消息也都非常之全面，立場溫和，是少數可以進入監獄的報紙。印象最深刻的話，如果你問我，就是它在考試局成立之前，他肩負住補習天王的角色。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他在會考開考之前，日日都會提供詳細的考試資訊，解答各科的 pass paper， 還幫你貼埋題目。那你說他是不是學生的恩物呢？言歸正傳，為什麼華僑日報要用華僑來命名呢？本集就跟大家講一下華僑這個字，同埋我哋今日係會用多啲嘅報紙資料同大家去分享嘅。嗱，老規矩啦，三個 part， 大家知小人知，我知你唔知。我哋而家馬上進入大家知嘅環節。嗱，相比於戰前嘅話，今時今日香港人已經少咗好多機會接觸華僑或者劇僑呢個字。但是僑這個字其實一直是沒有消失過的。最近緬甸政局局勢緊張，
有政變啦。大家有冇留意到呢？當地開始出現咗撤橋嘅行動，即係撤走僑居喺緬甸嘅人。嗱，等我哋慢慢去解釋一下僑呢一個字。僑意思即係暫時僑居喺某一個地方。康熙字典佢就咁話啦：吕豫若僑居，六朝有僑至郡縣。僑至郡縣嘅意思咧，就係將受到戰爭影響嘅郡縣遷到另一個地方。香港今時今日有冇橋呢？咁梗係有啦，好似新界咁嘅樣，佢哋係有打醮嘅傳統。打醮簡單嚟講就係道教嘅大型法會，目的係祈福消災。打醮當然係原居民嘅盛事啦，但係如果從村外面搬入嚟嘅非原居民，佢哋係想參加打醮嘅話，咁點啊？咪就係可以登記成為信僑咯。換句話嚟講，呢部分嘅人佢哋嘅地位就係僑民。所以咧，僑係可以喺一個國家甚至乎城市裏面出現，而唔一定係涉及到主權或者係國界。佢只係代表住相關嘅人群同某一個地方嘅關係。而香港開埠以嚟咧，港九兩地除了少量的原居民之外，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在外地甚至乎是外國遷居過來的，所以他們的身份就是僑。除了華僑之外，還有西僑、英僑、日僑等等，這些字眼是周不時會在報紙裡面見到的。由於年代久遠，今時今日如果叫你稱呼居港的華人叫做華僑，咦，感覺好似好怪喎！但係其實，如果將件事放翻喺具體嘅歷史環境裏邊去睇嘅時候，就一啲都唔難理解。南京條約之後，香港割讓咗俾英國。自此之後咧，尤其是喺1949年以前，香港同埋九龍都係唔喺中國嘅地圖裏邊。地圖裏邊，香港呢個名字就會括住英屬或者係 British。民國期間，在無亡國之的民族主義運動底下，出現了一些有趣的地圖，我們叫做國恥地圖，詳細列出歷年來割讓出去的中國領土，香港和澳門自然就在上面。我們詳細地講講這一張的國恥地圖，很大張，很多的地方裡面都有割讓出去的領土。看看他們的一角，這幾個字很有意思，請看此圖，殘破不全，仇深若海，此眾如山，願我同胞努力免戰，免戰即係努力咁解啦。中華前途億萬思念，即係鼓勵啲同胞喺血海深仇底下，要為國家盡力攞翻呢啲領土翻嚟。好啦，呢一個咧就係呢張地圖嘅東南面啦，裏邊係有九龍啊、香港、澳門同埋廣州灣呢啲咁嘅領土嘅，佢就話俾你聽，佢點樣俾人哋佔據咗，點樣係澳門俾人永據咗，而香港點樣割讓出去，呢啲全部都係國恥嚟嘅。嗱，話得係國恥嘅話，港澳兩地自然就係域外之地啦。喺上面居住嘅華人，除非係歸化咗英籍或者係葡籍，歸化嗰陣時歸化。好大件事嘅，你一旦歸化咗意思，即係話你係將自己由中國人嘅身份變做英國人啦，就會登報紙，五個人歸化就登五個名出嚟，嗰陣時係好大件事嘅事嚟嘅，會登報紙嘅。好啦，除非佢哋歸化咗啦，否則佢哋嘅身份自然就只能夠係華僑。所以咧，報紙上面香港華僑啊、澳門華僑啊呢啲咁嘅標題咧，係會周不時出現嘅。嗱，俾一啲嘅例子俾大家睇睇啊，呢度。澳門華僑連日放煙炮，即係祝節啦，嗰陣時又打勝仗啦。咁呢個抗戰時期嘅一個報導啦，有啲字眼係遮咗，因為嗰陣時係有報章嘅審查，抗日嘅字眼咧係唔可以出街嘅。呢一張啦，港橋嶺發起歡宴某個大事啦，嗰陣時香港好多嘅華人領袖咧都係用橋嶺呢個字嚟到描述佢哋嘅。從呢段報導裏邊咧，你會睇到啦，嗰陣時我哋熟知嘅人物，例如係羅旭和啦、周秀臣啦、羅文錦啦、李子芳啦、
曹善允、周俊年、周石年、李树芬、何锦棠、郭串等等，原来当时都是叫做桥岭。好了，还有一个例子，这一张我个人是非常之欢喜的，当是一个礼物给大家，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来的、香港华侨庆祝圣诞孔圣会假座太平戏院祭圣。所以呢，這個是順帶提一提嘅啫，今日講唔到咁多噶啦，就係戰前孔誕就叫做聖誕咯，嚇。戰後咧，聖誕呢個名不知不覺間係拱手相讓咗，俾咗耶穌誕，即係 Christmas 嚇。呢一個咧有機會再同大家去講講啦，因為呢件咧係香港文化史上面一件大事嚟嘅。嗱，同其他域外之地最大嘅唔同就係香港同中國係接壤嘅。而且在中共建國之前咧，係並沒有邊界的管制，兩地居民是可以自由出入。咁樣香港咧就成為了眾多的僑埠之中同中國關係最密切的一個。之前咧，我在塞西湖嗰篇嘅專欄文章裏面提到過，戰前香港旅行界的泰斗黃佩佳。嗱，呢度有一張相，最右手邊嗰個咧就係黃佩佳先生啦。佢喺黃隱書院畢咗業之後咧，1927年就進入香港政府做文員啦。佢中意放假嘅時候就翻廣州探一中兩件，即日來回。嗱，當時嘅血濃於水咧，係反映喺華僑生活嘅方方面面。不過，黃佩佳內心世界有一點值得一提嘅，就係話佢時常嘆息，深圳河好似刀一樣，將大陸同埋新界切割成為一道嘅傷痕。所以他自己搞的旅行隊叫做洪峰，帶有震大陸之洪峰之意。黃佩佳的愛國精神反映了他當時相當一部分的居港華人的心跡。好，問題時間來了，今天的問題是1927年香港工商日報某一篇報導有以下的標題，烏華僑反對徵稅，試推斷烏華僑的意思。今次不是 multiple choice， 有些新意思。各位同學試下根據這一節的內容對這條問題作出推斷。提一提大家，烏是上海的簡稱，給10秒你們想一想。 OK， 現在開始數了，10 9 8 7 6 5 4 3 2 1 0，答案是什麼？不如我們看一看整篇報導的原文。烏華僑反對徵稅，此間住客聯會昨日已決，租界內華人店鋪須於禮拜日一律關門，派員赴公務局請願取消徵稅。我們之前提過，上海是租界而不是殖民地，但原來由於那裡是由歐西的人士管理，中國人概念上面是會將那裡當成是域外之地，所以都是會用華僑這個字去指稱上海租界裡面的華人。很快又來到小人知的環節了，相信大家已經明白了僑和華僑這兩個字的意思。心水清而且懂得凡事多面體的朋友可能就會說，切，你引的全部都是香港報紙，會不會有 bias 的？你知道你的啦，出題目有多麼屎的啦。既然你們這麼聰明，我就跟大家開心 share 一下香港以外的報紙了。好，看一看這張新報，哪裡的？上海，上海報紙，距離香港很遠的，在華中的。1911年何時？辛亥革命咯。所以辛亥革命之後的話，各省獨立了，所以你會報紙裡面見到廣東獨立這個名字。廣東獨立的時候發生什麼事？在廣東省裡面很多地方就會掛上了民國的旗幟，革命的旗幟。好了，那時發生什麼事？那時香港的華僑，即是香港華人，是支持廣東獨立的。做什麼事？要去籌錢，籌了20萬。 OK， 那你看到了，很明顯上海的報紙都是用香港華僑這些字眼。好了，這一份又如何？不用講啦，新呢個字咁難嘅都冇啦。廣州民國日報36年嘅時候，
咁啊，呢張報紙其實呢個報導主要講俾你聽咩咧？就係話嗰陣時香港同埋廣東省嘅政府咧係有好密切嘅來往嘅，係周不時會有官式嘅往來啊。咁就嗰陣時有兩位嘅官員嚟到香港啦，咁然後香港政府係會鳴炮致敬佢哋啦。啊，咁然後佢嚟到嘅時候，佢就話啦：我係嚟慰問旅港嘅僑胞啊。咁所以見到旅港又好啊，華僑又好呢啲字眼咧，其實香港用緊，大陸嘅人都係用緊，都係描述緊香港同一班嘅人。好，問題時間，唐老人，我所見之怪極。嗱，一篇當時嘅報紙嘅文章拎出嚟俾大家做一個 database， 我而家幫大家讀一讀。祖家呢一個嘅名詞，乃各國僑民對其祖國之稱也。而港僑港人往往以祖家二字認為英倫之代名詞，稱其貨曰祖家貨，赴倫敦留學曰翻祖國讀書。其餘種種實不勝枚舉，其誤解如此，能不怪極？好啦，大家望一望啦，再望多一兩次呢一個 source 啦。望完之後，答一答對題目。嗱，呢一個報紙佢嘅引文帶出咗乜嘢嘅信息呢 ？A， 中國人不應該認英國為祖國。B， 香港人不應該認英國為祖國。C， 香港出現雙重效忠。D， 港僑華人不應到倫敦留學。A、B、C、D， 邊一個先至係正確嘅答案呢？又係十秒鐘啦，要大家思考一下。不過十秒可能唔夠啊，仲要望一望，唔緊要啦，適當嘅時間，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噔噔噔，答案係邊個啊？嗱，我哋首先處理咗啲唔啱嘅選項先啦，好冇 ？C。是錯的，點解啊？香港歷史上面雖然在不同的時期的確出現過雙重效忠，以謀求最大的利益，但是引文只是提及過稱呼英國為祖國，而沒有提到當事人對於中國的態度，所以證明不到有多少重的效忠。好了 ，D 亦都是錯的，因為引文只是討論留學英國人的態度，而不是批評留學本身這個行為。那 A 和 B 誰才是答案啊？有沒有同學仔選 B 舉手？如果你選了 B 的話，那就證明你是沒有留心聽書了。戰前的香港，既然無論華人還是西人都是僑居香港的話，以本國為祖國，那香港華人就自然是不會用香港人來自居，而是以旅港僑港某縣人嚟到自居。嗱，我哋望一望呢一張片啦，就係當其時一個叫做僑港新會商會啊，佢用嘅簪啦、信紙啦嘅一張 image 啦。咁你見到當時嘅組織好多時候都係用僑港、旅港呢度去命名嘅。香港人呢一個身份認同咧，喺1920年代其實係仲未出現。冇錯啦，答案就係 A， 中國人是不應該認英國為祖國，這個才是這個引文的主要信息。標題上面怪極兩個字呢，作者自稱為唐老人，唐即是唐山，即是中國，這些全部都是重要的提示來的。好了，各位，時間過得很快了，又來到我知你不知的環節了。上面講了僑和華僑這些字的字義，又同大家分享咗一啲報紙嘅資料。嗱，呢一節咧就同大家深入少少講下香港嘅華僑同中國大陸以及其他僑埠嘅關係。我哋會講三個事例。第一件事未講之前，大家睇一睇以下資料啊。好啦，第一張就係香港嘅一張出世紙，第二張就係某一間幼稚園嘅畢業證書。大家看不看到啊？有些什么的资料是这一张没有，即是出世纸没有，而这个毕业证书是有的。大家看一看，看多几秒钟，五、四、三、二、一、零。深水清的朋友
應該見到啦，就係、是、廣東省海豐縣籍貫。今時今日，好多時候我哋只係知道自己係香港人，而未必知道自己嘅籍貫。例如話廣東中山啦、福建泉州啦等等，都係籍貫嚟嘅。細個嘅時候，當我哋問大人乜嘢叫做籍貫啦，佢哋通常都只會話鄉下咯。咁大個咗之後，尤其是當我哋從事歷史研究嘅時候，我就發現啦，與其話籍貫係鄉下，不如話佢係祖居地。之所以重視祖居，係因為我哋係僑居緊喺香港。嗱，如果大家對於東華三院係有所認識嘅話，佢其中一個重要嘅功能就係協助香港乃至全球世世嘅華僑將遺骨裝回原籍。嗱，俾大家睇一睇啦。呢一張圖，呢一張圖咧係戰前中美洲哥斯達黎加一個華人嘅僑團寫俾東華三院嘅信，要求東華協助將僑民嘅遺骨運回原籍。你睇下上面每一副嘅遺骨都有寫住佢哋嘅鄉下籍貫係喺邊度，以方便佢哋咧將個遺骨運翻去嘅。嗱，籍貫既係重要嘅資料，亦都係僑民嘅身份認同所在。既然情在原籍，咁就會定期翻去原籍嗰度狠親啦。呢一個就係戰前嘅一幅圖啦，係講緊嗰陣時香港嘅僑民點樣翻去廣州度狠親嘅一個報導嚟嘅。所以籍貫係香港人從華僑身份走過嚟嘅一個重要歷史痕跡。嗱，第二件事想同大家分享嘅係教育。戰前香港嘅僑校要向國民政府嘅僑務委員會立案註冊。嗱，呢度就係一個當時嘅新聞嘅報導啦。而當時嘅僑校係會參加由國民政府嘅教育廳舉行嘅畢業考試嘅喎。嗱，呢度見到啦，今年僑校立案中嘅學校畢業生有3000人，佢哋要參加畢業嘅考試。呢度咧其實有一張好詳細嘅名單，香港有啲咩嘅僑校係參加呢個畢業嘅考試嘅。睇翻呢個名單啦，培英、麗澤、香島、培正等等呢啲學校，到到而家依然都係屹立嘅。好啦，最後我哋想分享嘅一件事咧，不如用問題嘅形式，會唔會盞鬼啲啊？好啦，問題時間，先睇一睇呢一張圖先，就係當其時一個嘅報導啦，就係講緊本港華僑團體叩基祝獎壽時已積極進行。咁各位，你會覺得呢一個新聞係發生喺幾時嘅咧？第一個 A 係北伐，第二 B 抗戰前夕 ，C 係國府遷台，唔係好難嘅係咪？讀過歷史嘅應該都會知少少係咪？未讀過都可以估一估係咪？好啦，俾多5秒你咯，好冇？答案係乜嘢啊？係 B， 1936年嘅喎。1930年代嘅時候，香港不時咧係會舉行所謂嘅獻機運動，華僑為祖國捐獻飛機嚟到鞏固國防。嗱，留意啦，報道裏邊有一句嘅，據一般僑商之意見，以為本港華僑不下60-70萬，設能擴大勸捐嘅範圍咧，即每人勸捐2毫，已經有10余萬元，足以自購一機。60-70萬。就是當時全香港所有華人的人口，所以當其時這個所謂的獻機運動呢，目標是要運動全民報效祖國。好了，很快到到節目的尾聲了，我們今天討論的是一個在香港消失了的身份，華僑。隨著香港人身份的出現，亦都隨著中國收回香港主權，華僑這個身份自然就不復存在了。上述《華僑日報》從創刊到到停刊，反映了70年間華僑在香港從壯年走向老年的過程。不過消失了並不代表沒有存在過，可以這樣說，香港華僑這個概念如果成為了禁忌的話，原因是跟殖民地成為禁忌是有關。如果歷史是沒有改變過、沒有消失過的話，就不需要我們去關心和研究歷史，歷史從來是一個平衡空間。歷史研究有時之所以困難，是因為它要求我們放下今天的目光
同埋身段，認真、謙卑、寬宏咁樣面對過去。如果要逼自己困響只有弊沒有利嘅籠牢裏邊，咁不如索性只係讀政治嘅教育，又何必去研究歷史呢？好，各位觀眾，今集嘅時間又到啦，我哋下一次再講其他有趣嘅故事，拜拜。